说让他们乖乖躺好。速战速决吧，让我摸个鱼吧。拜托拜托拜托，哎呀，这不就糊了。机不可失，尝尝这个。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，看我的。不听话的都是坏孩子，该感受生命的冲击。魔家杠开，战局如牌局，见机就行。要开始了，被人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能乖乖躺好了吧。多谢叔叔姐姐们帮忙稳定病患的情绪啦，这一手重击麻醉技术相当了得呀。重击麻醉我们有吗？唉，不过你们这一出手，这几个云奇病上加伤，我得加把劲给他们正骨包扎一下。唉，可恶，这下完全忙不过来了呀。这孩子哪来的？你爸爸呢？我没爸爸。啊，那你妈妈呢？我也没妈妈。我明白，你们瞧我身材小小，就觉得我一定是背着父母偷。哼，这里可是仙州，外头来的短生种小妹妹，可别以貌取人呀。咱们驰名族轮回自足，不需要什么爸爸妈妈。本小姐打从退生出水就开始研习医道了，在丹顶司里也是正儿八经的挂牌职业的医师。贝洛伯格的孩子还在地底下玩泥巴，这里的孩子就已经能熟练的给人看病了。最近罗浮上很不太平呀，你们如果没事就别到处乱跑是吧。真遗憾，罗浮的将军给了咱们一桩差事。是，那叔叔姐姐们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跌打损伤的，我可以为你们免费看诊。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，药金就打个八折吧。哼，你知道罗浮仙州上有多少人想挂个号看本小姐的专家门诊，却求要不是溜出来的时候身上没带够钱，本小姐也不至于。咳咳，闲话打住，误了病人的诊断可就不妙了。